像这个好了，哎，其实我以前没有学过弹钢琴，刚刚看到上一位弹钢琴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有点害羞，一种献丑的概念。还掌声，好的，好的。那个刚刚说什么十分钟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啊。好，唱这个。喂，想点歌吗？我需要轻快一点。轻快吗？你需要从悲伤的情绪再回来吗？对。好的。就最后一撇，才会很容易下去嘛。是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先敬你一杯。虽然我也想要，不过台北的朋友，台东不像回家一样啊。一龙国的朋友，一龙国的朋友，好啦，多喝一点。如果来到台东就开心一点，唱个开心的歌。
我去淡中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去淡中，像我专程去淡中啊，旺角、金钟跟那个通化都去。我只想让大家知道说，并不是只有香港人在淡中，台湾人也去淡中。
掌声比较大声的一点。哎，你说我像吟唱的诗人吗？哦，谢谢你，好高贵的名词啊，这是吟唱的诗人啊。因为你这样说，我决定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把我的衣服给脱掉。因为其实有点热啦，你们在下面应该是蛮凉快。我以前的时候有9块腹肌呢。